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都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但是呢，我亲眼见证住同埋教住，譬如赐恩呢一代呢，佢哋经历神嘅同在，我已经系唔同，系完全唔同噶啦已经。但我都能够触摸得到咯，我都能够教到佢，等佢经历到神嘅同在啦。因为本身每一个时代都系一个考验，即系唔系都系四十几年前，而家系四十几年后，咁所以个回应游戏规则系一致噶啦，都系内心同埋性格。但是我们自己要自己在这个时代去找到出路的时候，我们有我们自己不能够单单凭我们抄袭上一代，一定要是我们这一代，我们自己去修正，自己去找到我们自己进入圣殿的方案和方法。因为这个就是神按住会给灵魂出生在每个时代当中，他已经列了在那个时代当中指定的进程，指定的要求，那合乎那个就可以。但我可以肯定就是说呢，在这一代呢是跟以前那么多代都不同的。因为以前复还一个真理已经可以找几百年的。但是呢在这一代呢，短短在我们教会建立四十年，即是起码我信仰四十几年里面呢，就已经是不是一个真理的。是直成是几十个甚至是过百个的真理和约章。那所以变成就是真的这一代是向谁多给，向谁多要。为什么我这样提呢？因为我们要理解，就是我们其实不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多了电脑，多了 internet， 多了很多的网络，多了很多这些系统之后呢，信仰其实是几易的。即如果这个时候还是复还一个信义会那种的要求，突然间复还一个叫做撕裂衣服的启示，因为剩很多这些的不同的特别的东西，撕裂衣服的启示，撕裂衣服的这个的复还，明白吗？你按个掣已经 download 晒所有呢一啲，好玩完啦，我上天堂啦，我可以达到马丁路德嘅级数啦，系咪撕裂衣服啫嘛，系咪？我买几件烂衫翻嚟撕裂咗佢搞掂啊，有圣经根据我可以教你，你可以教我。即系呢个时代当中，你咁样能够满足到神？你谂下每一个时代当中，以前每一个时代，神复还一个真理都系 occupy 晒佢一生嘅，每一个都系一生，系啊，每一个真理都系佢哋一生。而家嚟讲有咁多呢啲嘢咧，复还一个咁细嘅一个真理或者一个经文，系咪冇可能啊？根本，因为太易啊！你直成可以揿个掣，然后叫 Siri， 以后我慢慢瞓觉嘅时候读出嚟俾我听得噶啦。你明唔明啊？即系几易啊！如果神系将好酒留到如今嘅话咧，我哋呢一代咧，其实唔系复还一个真理咁简单。系如果你接触到神嘅话咧，系复还晒差唔多成个大谜题。复还晒所有神嘅全个荣耀咁样，呢个起码圣安就证明咗呢样嘢啦。因为原因就系我哋有太多嘅助力，呢助力根本系上一代冇嘅，所以上一代先至系受制于呢啲嘢啫嘛。谂下马丁冇得嘅时候，佢写封信都唔知几多个月，或者嗰封信去唔去到佢个朋友嗰度啊？即系佢想将呢样嘢传扬嘅话，都唔知得唔得？而家以月计，明唔明啊？以秒计噶啦，都嫌佢慢啊嘛。而家明唔明啊？已经是即嗰阵时要达到一样嘢，做完一样嘢系好难嘅。但系而家要达到嗰样嘢，你而家睇下嗰啲 YouTuber， 即系啲网红啊，好多时喐下就几百万、几千万，佢已经可以将啲资讯掟出去啦。而并且佢掟出去资讯，肯定啊呢啲网红啊，佢每个礼拜、每个月所做嘅呢啲嘅信息个复杂程度都肯定超过撕裂衣服呢个所谓启示啊。明唔明啊？即系我哋呢代系做得更加多，就向谁多给，向谁多要啦。但系只不过就冇人去找到，因为佢复杂程度在这一代更加劲，佢全面程度更加可怕。同埋我都曾经分享过嘅，每一个时代嘅复还都一定能够针对到嗰个时代嘅需要，同埋能够 overwhelm 到嗰个时代嘅，即系嗰个领受启示，令佢哋耳目一新神嘅伟大嘅。所以我哋嗰阵时都曾经讲过嘅，即系直成就系能够使到啊！英國不是發生翻法國大革命嗰、那個，即係拖個皇帝拖個成家出嚟公開斬首咧。英國就係欠咗 John Wesley 嘅，欠咗循道衛理公會呢個復興嘅。冇呢個復興嘅話，佢哋真係收工噶啦，佢哋淨玩完噶啦。所以咧，其實神每一個時代當中咧，係能夠 overwhelm， 能夠說服、震撼成個時代，去甚至個國勢因為咁改變，甚至個局勢政治因為咁改變。
因为如我所讲呢，在当时来讲呢，法国是根本没有那么劲的教导都知道他的复兴，都知道他的皇帝斩首。但如果英国当时 John Wesley 的教导现在拎到你这个时代，就一点用都没有，一点说服都没有，是不是？你按个掣已经出了一生所教的东西出来，甚至再按多个掣，即刻他的神学观有哪些错都已经弹出来。因为这个时代的人已经后金融时代，你明白吗？已经不可以再用金融去呃到这些观众的票数，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时代当中，你想想，直成到整个时代当中，一听到这帮人存在就真的服了的，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因为每个时代复还都是这样的，是不是？摩西的时候，埃及走这些术士出来，明白吗？全部都是大卫高柏辉那些这样掩眼法，摩西那些真的分到红海的嘛，明白吗？你即是你用六步戟飞越大峡谷，咁大卫高柏辉就已经呃了整个无线的观众。但是问题是摩西那些不是呃无线的嘛，是不是？真的是带六百万过红海的嘛。即是说，换句话说，我们记住每一个复还都是 overwhelm 了那个时代。是不是？直情想象不到啊，直情趋之若鹜啊。好啦，我现在问一下，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全面的，我们对于历史啊、考古啦、啊、政治啦、啊、金融啦、啊、UFO 啦、啊、明明神神怪怪神话啦、啊、是不是几疯狂啊？你要一次过摧毁晒他们。但如果是神的复兴得不得呢？神的复兴不嬲得，是不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都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天国心，天国道，坚定决心奔赛道，荆棘长征胜冠冕，励精励行坚持，究竟巅峰天路。信仰竞赛力胜挑战之强锻炼，斗志热忱热情拓展信念，自发自勉与攻克每天，愿意乐意跨越尽险，困难是转捩点，迎着困险危险，敦促每分每刻尽扩展。